欢迎收看我今天死亡独轮车啊、我这个关已经玩很久了，我们再来试一下。啊、我玩了好久都没有过去，天！哦，好，这个是死，然后这里面一段，哎，快掉下来，能掉下来吗？我其实想再给他额头上来一刀，试一下。好，我们再来一次。哎，好，这个瘸腿了就下去了。然后，哎，这个也挺不错的。然后，哎，好了，没吃到自己，不错。然后，哎，那个后面的绿色的最难打死，天，再来一次。啊，好了，终于打到这后面绿色，然后是这个，打到了吗？打到了吗？我终于赢了。哎，这两个是不是不下去就不算赢？再来一次，快下去啊！天，没见了。我们再来一次啊！这个要下去，你知道什么叫下去吗？他故意不给我面子，我觉得这个游戏就是故意不给我面子。为什么这个斧子到下面去了，而且把这个东西都撑起来了？哎天，这不符合科学原理吧？哎，哎怎么？哎，哎，哎怎么了？不，你把剑给我拔出来，是不是？我还要用呢。信不信我把你扔出去？信不信我把你扔出去？我把你下来啊你！天，故意不下来是不是？下去吧你，这是你应得的。我们再来一次，哎哎，好像抓不到剑了。哦，抓到了，好，把所有的剑都抓住。好了，我要用两个剑啊完成这个，好吧，一个剑完成这个关卡。好，我们不能扔啊，所以我们要用气功。好吧，没能成功，我们再来一次。这个足球会不会？哎，让我想想。别以为我没看到你，再来一次。别以为我没看到你。是的，是的，你赢得了。但是我们又浪费了一个剑，所以哎，好，快下去啊！就等你下去。哦，终于下去了，太好了。好了，这个要下去，下去，下去，下去。别哭，你再哭我这一局就对你了。天，好吧，也对你。好，我意思是我对好所有人的。天啊，为什么这个游戏就和我过不去？我觉得这游戏故意和我过不去的。天啊啊，我现在开始乱丢了，乱丢乱，我能把自己帽子给扔出去好像不可以，乱丢。哦，你终于倒下去了啊！倒下去感觉不错啊，不错吧？我看能一刀两射，射死他们两个。哎，能抓到那个剑吗？貌似不可以。哎，好了，抓到了。哎，好，这是最后一次了，这是最后一次了。先是把，为什么又发出这个？天！再来一次。如果能杀两个就最好。哎，杀了两个了。好的 ，double kill。这个哎，绿色的也死了。好的，别以为我没看到你，别以为我没看到你，天，别以为我没看到你。好的，哎，他怎么就定在那儿不动了？我好不容易打了这个绿衣人一次，他就不动。天，他故意的，他故意的，他故意的，他肯定是故意的。我一只手就可以扔死你，信不信？不玩了，我不玩了。我看下面还有什么好玩的。天啊，完全。99%不可能，这是什么？要这样过去吗？哦天，好，应该是这样子啊。我们要好的，再来一次，这个肯定是能行的啊。我们再来一次，好的。哎，发生什么了？好像是早安了还是什么？是不是早安了？好像是早安了。好，我们再来一次。天啊，不是。这个意思，我是让你在空中按啊！天，哎，我还可以起来，哎，我还可以起来，哎不，我好像残疾了。好的，我们来试一下。哦天，好帅！哎，我又起来，我又恢复了。哦天，哎，这地雷好像就摔了。然后，哎，上面还有个地雷，这人真贱。天，为什么啊？今天手感不好还是什么？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啊！哦，抓我的那个东西，所以我还可以恢复吗？应该可以，上次是可以的。我们再来一次。哎，
起来啊，不是可以的吗？不是，好，我们要往那儿倒才能抓住这个。好，我们抓住了，抓住了。好的，好的，我们要成功了。哦不，再抓一次，再抓一次，再抓一次。啊，再来一遍吧。天，好的，放。啊，看起来是我的车能够到那里，但是我却不能。他背叛了我，他背叛了我。哦，这个前滚翻不错。好了，我要被地雷炸死了。这是怎么发生的？这是怎么发生的？这个墙难道不存在吗？不存在，为什么我不能跳过去？他是故意跟我过不去。哎，天！你看，你连作者名字都写上下面了啊！否则你玩玩这个，不知道恨谁。他名字告诉你了。所以你可以打开2144小游戏或者3399，然后去玩什么暴打谁谁谁，然后把名字填在这上面，你可以暴打他了。天，为什么我就过不去？这个洞实在太小，你说人怎么过去？天，就好过去。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肯定是能过去的，是不是？没什么，我说要加速还是什么？他是故意这样对我的，我很伤心。哦，过去了，过去了，过去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下面是什么？啊，好了，又是扔瓶子什么？最长的，这我不是上次玩过吗？而且我的过我很简单，只要一直往后就可以了。这小的可以走了，滚到你。哎，他还是过来了。好吧，这个没什么好玩的。Toby or PewDiePie, don't move, 不要玩 don't move. Sword thrower, 肯定拼错了还是什么。让我们看一下。哎，我的屁股怎么朝着这里？哎，你这个开始设定的很好，是不是？屁股应该朝这里。这看上去很普通，其实。哎，你一开始还要调整屁股的位置，防止你倒下去。这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做一个这种关卡？我也可以。哎，才两分。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玩啊？什么 Harpoon Run 是什么东西？ Good luck。 当然，哦天，哦天，哦我的天，你再来一次。这个肯定能过去。儿子，你就在这里当诱饵吧。哎天，好像我被当诱饵。那后面怎么还有个脸？这怎么回事？哦，减速呢。哦，好像是有个脸过来。我觉得这个关是过不去的。哎哎，好，我自己把自己给炸死了，压死了。哎，你知道我语文不好了，故意虐我的，故意的。天，下一步是什么？把我头发染成和 XO 那帮女的一样吗？啊天，再来一次。哎，我到了，我竟然就这么到了，我太帅了。我知道我很帅，这是什么？为什么每次我打开一个关卡，我都要说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嗯，我刚刚在看左边出来的东西，我没看它干什么了。它是怎么射到我的？光速吗？天，我轮子都挡着，这次轮子挡着，下去吧你！这是什么？飞儿子吗？儿子，你和他们一伙的，过去。爸，我不想过去。哎，我又有儿子了，我有三个。这是什么？哦天，你太慢了。哎，这个人就爆炸了，然后这个也跟着爆炸了，然后就这发生什么事情？然后就这么赢了，好奇怪。然后我就掉下去了。啊，这是什么？怎么又是这是什么？好，我要改，我知道我要改。好，我改，这是什么 ？fuck， 再来一次。我还是不知道这是什么。这应该很好玩吗？我觉得我在看喜羊羊一样。原来玩这种关也会死的。儿子，就看你了。哦，我不小心把儿子给解除。这什么玩意儿？好吧，我们再下一个是吧？小游戏，
小游戏，这里面不都是小游戏吗？这是什么？投篮哦，我最喜欢了啊！哦，天，让我投篮，你让我拿球呀！你让我，你投篮让我拿球，拿球哦，拿到了，好的，这像饼干一样。我们投到那里就是死，天啊！再来一次，你认真的吗？我是认真的，我只是手短而已。你不让我拿了一个球，天，好，我拿到了，就是死。能不能别投到那里啊？天，这像红石机关，你这是怎么做出来的？你让我手拿到那上，天，你就这么难吗？好，拿到了。哦，我是认真的。有这么啊，抓到了，怎么又是？你把我手弄长一点会死啊！好，抓到了，又是死。我还在想会怎么死，还会来一次吗？好，当然。啊，好的。哦，两个球加两个球，我们要投到那个篮里面。啊，每次拿球都是一种。人兽啊，不知道，虽然不知道人兽是没事，人和动物那个意思吗？应该是这个啊。诶，我是要隐身了。哇，我什么都看不见了。你让我怎么投？我现在拿着球吗？啊，是，拿到球了吗？要看我手指有没有合拢。啊，天，再来一次。诶，好像要进，好像要进了。这地雷，我恨你，你就把我的球这么炸了啊！虽然我异于常人，我有很多球，这球是怎么又回来了？挺好，还好没有把我给害死，碰到了！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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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还看得到，我还看到！不不，不要这样对我，不要这样对我！我讨厌你，我讨厌你，我真心讨厌你！啊，再来一次，一只手。啊，这是啊，我之前都是三八式，啊，这怎么又变成三八式了？明明是一只手抓住了，炸到那上面。天，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啊，拿球是一种痛苦。哎，我抓住了，我抓住了。好，我们甩一次。哎，这样可以抓球。哎，抓到了。好的，这要怎么投？我是认真的，你不用问我。好的，一只手，两只手，管他呢，我要死了。你觉得你很厉害是不是？啊，抓到了！如果今天我过不去，我就不是男的。哎，这是不是要炸到了？会炸到那里吗？我能接住吗？我可以接住吗？Oh fuck you！再来一次！不不不不不，我还看得到。哎，我看到了。好，现在手上拿了一个大馒头，虽然我看不到。好了，我们就假装这是一个球，然后我扔到哪里呢？是什么意思？哦，什么的地方都没扔到啊！要甩一次，好的。哦，我差一点，哎，这位到哪里？不要让我死！我恨你的，如果你让我死。